好，欢迎回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为大家讲解王浩洋七段对阵十越九段的棋局。对，这盘棋的话，经过拆先是王浩洋执黑啊。这里我们开赛前给大家做个小的介绍啊。王浩洋也非常不容易啊，是的。那个前面取得了一个二连胜的佳绩啊。先是那个战胜了孙腾宇啊，在那个前天又战胜了世界冠军谢尔豪，而且是下了一盘完胜啊。对，因为是我们赛后可以看到，就是决议给出的胜率，就是正确那种一选率，它是高达70%。据说就是一选的70%，之前只有申真谞和柯洁两位棋手达到过。对，所以发挥非常的 出色，对。而且为什么要重点提到王浩洋呢？因为那个王浩洋已经其实远离这个一线啊，远离竞技围棋很久了啊，是的。也是难得出来下四棋啊，还能完胜世界冠军，也是体现出深厚的这个功力啊。对，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位世界冠军范廷钰。对，然后他今天对手呢是十越啊，我们十哥，十哥的话确实这几年说实话已经沉寂了好几年了，感觉啊。可能还是竞争太激烈，就是只能说咱们现在就是世界冠军不仅多，然后这个新锐棋手也很强，对，就大是。家刚才也看到了嘛，柯洁现在也是陷入苦战，刚才那盘。对，然后像彭丽瑶这个也是拿过全国很好的成绩啊，但是就是基本上现在每一个就是你可能熟悉或者说你经常见到的，他其实在国内的每一个比赛当中都特别艰难，就是你每一轮的对手其实都很不对好对下，对对，所以十哥的话，确实，其实很多比赛也是杀入到了一些最后的阶段，特别在国内大赛中，那个，但是呢，总是这几年，冠军收获的相对比较少啊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你如果国内冠军收获比较少呢，就会连带到你的世界大赛的积分啊，名额对你的也世会界比较少，就你的世界那个国内由于没有拿到很好的名次，那个积分就少，积分少的话呢，就只能去很多世界大赛去参加选拔，而不能直接免选啊。对，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啊，是的，所以说就导致呢，让大家觉得好像国内国际大赛上我们十个的表现出镜率也变不低高，了对，没啊，有那么高，至少没有那么频繁啊，对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恶性循环啊，当然是啊，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就你要拿得出成绩啊，说白了就是优胜劣汰嘛，从对，我觉得排名啦、等级分啦，或者是一些国内的名次也可以看得到啊。就是你以前的那个光辉岁月是没有用的，就是早就老本啃完了，所以说还得需要拿出新的、拿得出手的成绩，所以说才能够频繁的能够代表中国队参赛啊。而且彭老师就是往年，我觉得咱们中国围棋的，因为厚度比较广，所以咱们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去参加这种综合海选的时候，往往这个预选可能中国出现的名额也比较多。但现在因为基本上变成线上的话，可能是先是各国国内内自选拔，然后这样的话就感觉中国的一些世界大赛的这个选拔就变得更难了。太难了。对，就是你好像想出现一个世界比赛的选拔，跟你去拿一个世界冠军，其实难度也差不差多。的不多了，关键是原来是我们去抢他们的名额，对，大家在混选嘛。对，现在是因为做不到那个面对面下棋了，是所以的，说也没有办法那个调控，所以说只能是各国内部给一些名额自己对，选。那就说白了，本来是比如说16个名额，中国经常预选能占到我觉得12个以上啊。对，现在比如说一人给个给八八个给八是，个，你反而亏了啊！而且呢，就八个强度不一样了，你自己内卷了，内卷比那个出去下亏那个难多了啊！是的。因为虽然说韩国有顶尖棋手是，有竞争力的，但是除了那几个顶尖棋手以外，大部分的韩国棋手对中国棋手还是明显是比较难的，特别是在预选赛上，预选赛上那些种子选手是不出场的，直接进本赛的，对，所以说。这样一个客观的原因，就会导致很多大腕棋手，可能是 远倒离，在了自己人的刀对上。对，远离世界大赛都远离，可能好几年了，因为内部选拔就被自己人砍倒了。说的没错，是的，是这的，个太难了，对，所好以了。呢，我们也来看一下啊。所以今天可能对于棋友们来讲，就是首先王浩洋肯定是相当于大家可能讲棋的时候经常看到他啊，但是在一线比赛当中已经是久违了。然后我们的十哥呢，也是很有战力啊，但是在我们中国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，大家也是感觉世界比赛中就没有见那么多。也是看一看吧，谁能够杀进八强啊？但是杀进八强其实还是没有积分的啊，亲友们。
印象中应该至少得杀到决赛啊，才会还早，拿到积分啊。应该我的印象中，决赛的话就会有积分啊。是的，但是呢，八还有八进四，四进二，至少还有两步啊。对，就而且是单淘汰都走钢丝，还是很艰辛的。就拿到参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参赛积分是非常不容易啊。对。就是当然这个也我没有说不公平的意思，就对所有的棋手都是公平的啊。你只要有实力，你就能脱颖而出啊。本身机制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说现在我中国棋手的这个强度还就有是能力对都很强。大家的水平都太接近了。原来的话其实还没有那么。感觉得到啊，就是像我那个时代，我那时代大概也就十几个人啊，或者十个亿，有竞争力大概就是10个左右，也就是说大家这样云云呢你稍微有点成绩就能混到那个去参赛啊，参加世界大赛，还能参加世界大赛预选。现在呢，我估计至少扩大到20到30人，就对，中国啊，就前30名的。等级分排名前30位的这些棋手们，谁赢谁基本上都非常的比正较常，正常，而且是，很多世界冠军甚至可能等级分还不一定有30位呢，对吧？是，所以说就你就可想而知嘛，就是这个这个难竞度，争有多而激且烈。每一个比赛呢，正常来说很多这种国内的大赛呢，至少前30名都是能出场的，也就是说那个异常内卷啊，就是你总要跟一些你很讨厌的人不停的下棋啊。是的，那可以看到这盘棋呢，王浩洋还是选择了一个三三。然后，如果有棋友看他之前的比赛，也可以看到他还是选择三三。这个很正常，因为前面王浩洋下了2盘白棋嘛，那个就现在云云你远离一线之后，首先的话呢，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我也是远离一线的啊，我觉得那个王浩洋基本上跟我的竞技心理状态是差不状多。态差别不会太大，可能他现在稍微的比我用功一些啊，就但是总体是差不多，就是本身的话呢，那个作为一个老棋手啊，就是老将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计算，就是啊，如果你跟他。那个讲布局思路是布局理论，其实前几十招大概率是不会亏的，甚至还有对可棋能，的理解还是挺甚至到位还有可能占便宜。但是坏就坏在几十手之后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下了3、40手之后呢，双方就基本上贴身肉搏 了。对啊，进入中这盘个肉搏战一下，你知道吧？就就是有点慌热。就算不清了。就是如果大规模一混战就算不清了。所以说这时候呢，他为什么会下一个小目三三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先拿点实控。我们在战斗的时候呢，处在防守的那一方。我们都知道，活棋呢会比攻击会相对容易一点。就是说，我主守啊，我不是能力现在有点弱啊，我主守，守的话呢稍微轻松一点啊。如果主攻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没了。老同志们攻击基本上，我觉得就是白给了。所以说，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把棋的这个。位置下的比较偏低的一个原因，而且他肯定会尽量选择一些非常简明的定式。你们来看一看，接下来当十个夹击的时候，马上就选择了一个那个这个局部非常流行，而且是这个双方公认2分的定式啊。对，这他个一定定要是。下简单的，因为下复杂的跟不上，亲们。对。因为这里不是我去黑我们王浩洋啊，黑我们大象啊，他的外号啊，所以说主要是他平时也是从事一些这个围棋的。线下的普及推广工作也是经常会跟一些小朋友们互动啊，去做更多的一个围棋传播的工作啊，对吧？其实我还有时候去带带他的课啊，像他现在这次表现那么好啊，所以说呢，其实大部分呢是其实是在做那个教学工作，所以教学工作的话呢，他肯定这个计算是没有像这些世界冠军们，像这些下一线的竞技的这些棋手们那么紧凑的，因为平时不可能有那个训练量嘛。对，你在训练的时候，他都在教小朋友啊，是的，他教小朋友下棋啊，所以说这个计算的这个退步是不可避免的。球就是说，这里不是说，他有什么问题啊，这就叫力不从心啊，因为人时间是有限的啊，是。所以说他只能去选，相对选一些这种我们会看到比较朴实简单的定式对，比如说这个时候，其实棋友们应该也见过黑的也有打吃出来的一些变化，啊。但他呢，就是相对，因为这些变化其实也不太亏，他就是比较简明。哎，你就看这一点嘛，露露，你他挂的时候，十哥就跑去加他啊，因为十哥是知道的，知道，因为他们也算是同辈的嘛，
同龄的人啊，他知道你九叔战阵，所以说我就先加欺负，就是说白了就是欺负你啊。嗯，等到你他挂了的时候，你看王浩洋就不敢加了嘛，因为这很明显，万一加那个一走大刑定是那个垮了怎么办？这个没办法，就只能下的相对稳健一点啊。是。但这样的话，作为就是黑棋啊，这个天幕比较多的一方，就如果一直很稳健的话，就有可能这个局面会不是很好。总体这时候应该还是个均势。那接下来的下一步棋，我觉得从那个局势上看，或者说从那个大势上看，可能有可能有一点点缓路啊。他实战是选的点将，嗯，而且关键是他这个对手，其实我觉得，大象就是王浩洋，就是下这个点三三，就是。这个战略上有一点小的失误，嗯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石哥号称自己号称是稳健派啊，但我们都懂的，对，他是那种厚的，就是他要攻击你吃你的那种后发。那个十月说自己是稳健派，我觉得就是在开玩笑，就是、嗯、这就是本身就是个笑话，对吧？十月是一个什么样的棋手？其实很多棋友们比我们还熟悉，对吧？对，所以说呢，你跟到一个这种杀手下棋，其实不需要去捞他空的，嗯，因为大概率他跟你下他也不醒目的，最终都是要杀你的。既然他都是要杀你，那你为什么要去点他三三的，你要打散，不是，你要先把自己守守好啊，对吧？你不要给他攻你的机会，因为你掏他空没有意义，棋友们，对吧？因为他反正也不设防的嘛。对，在十月的那字典里，本来就是说白了，把你的棋吃了就有目了。我自己围多辛苦嘛，嗯，对不对嘛？他从来也不怎么围的，石哥。对，所以说这时候不是说这部点三三不好，棋友们。是的，我觉得这部点三三对十月来说，他就无感。就甚至某种意义上，你点完三的时候，他成了个压了个外势之后，他还觉得他挺满意的。就是那个某种程度，你还亏了一手棋，本来他就自己要去走个外势，是因为你时空领先没有意义，他反正就是跟你那一锤子买卖的，而且大部分人是扛不住他那一锤子的，大部分人都是要死人的，都是要被他吃的。所以说，你与其最后去那个防守做活，对吧？还不如一上来，我觉得就先把自己守守好，安稳好啊、对，比如说这里不要让他攻击，他如果手脚，我们这里可以抢先进行一些拆边，或者这里点，我不太确定啊，拆还是点啊？嗯，反正我们可以抢攻对方，对吧？如果是他走这边啊，对吧？你可以考虑这里先连片、连片、嗯，就是先把自己那个集中优势兵力，先做一些那个模样或者防守。因为反正也不属目，最终肯定是在某一个局部，因为十月下棋，十哥下棋，他的棋你是不可能忍耐的，你肯定某个地方你只能奋起反击，所以最终结局都是要杀的。嗯，那你去点他三三捞那个左上角的那二十多目，其实没有意义。嗯，不是本身点三三不好，棋友们，本身点三三应该也是正常的下法。对，而是说针对不同风格的对手，你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，就会显得有点被动。对 对, 对，你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战略。就是，而且呢，我们王浩洋如果跟石哥刚正面的话，我觉得非常的危险啊、是的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就特别好杀的风格。在他没有从事这个说白了教学工作，还在一线的时候，就一直本身就是一个稳健派啊。对，从来我都没觉得他是一个立战型的棋手，何况是现在啊，现在只会退的。整个计算就在计算这个方面会退得比较厉害啊，所以说点完三三之后再去翻棋，某个局部跟石哥刚正面应该是比较危险的。虽然说这个局势，是两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石哥的这个选择啊。对，石哥也是非常的简明。其实连麦，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能下实战那个棋了，因为太被动了。我们来看看，虽然这个很痛快啊，就对吃干净了，但是被上面拍一下之后，这里不能接了。再接的话脚上又有气急搏，对，接会被这里掰一下去嘛，非常难受、这个挡不住了，这里有个吃、那弯上面还被盖一下以后、非常的难受、很难受，所以说只能提。但提的话呢，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隐患就出现了，白棋先手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外势，而且白的一定会在右下去抢先挂黑棋的最后一个大场嘛。嗯，就是他完全可以争个先手的、他打在上面、这样再搬粘，打完再搬粘，对，这样的话白的只能虎。嗯，那可以再回到我们抢先把这个守了啊。嗯，就是局部呢算是个应急的下法，局部肯定是不赚的，黑棋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对石哥会比较有效啊。如果实在担心他为大模样，你实在不行这里再削嘛，现在直接削也可以啊。就总而言之，不要再吃了，再吃会非常被动啊。
对，因为感觉你黑棋这里是很厚的嘛，本身方向也有点重复啊、嗯。你这样的话，后上加后，其实我们看来看去，黑棋在这条边其实捞的空并没有说想象中那么多。关键是下一步棋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嗯。我们眼中他自己眼中的稳健派是怎么下回棋的？我们看一看啊。紧紧的挂过来。我觉得不能再紧了，再紧就撞墙了啊！就是说，在这个局部挂角这个领域，已经不可能比这步再狠了。对，一般我们可能也有见过。其实一般是到这里的，一般更多的棋手是这么挂的，对吧？对。其实挂完这样才配合这样的一个超大飞是非常满意的，但这个就不是十月了啊，对吧？石哥的眼中，紧凑，你眼中没有这种棋啊，只有往向前啊，只有攻击啊，所以说他要一定要全部撑满，如果你还在这他也是在这，他意思就是说这都是我的。我能多围一路为什么不围呢？啊，你秦梦说那打进来不吃不死吗？你打进来试一试、试试你的火力，你打进来就知道了，打进来你就出孤棋了，嗯，对吧，我们石哥就开心了。对，石哥说我就喜欢这种格局。就喜欢你打入我。对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飞的话呢白的也是一个高飞，如果是跳的话呢、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猜二。嗯。这样的话呢秦梦说看到呢之后我觉得还是该跳啊、还是要坚持一点，先稳住再说。那个飞完之后呢，我估计那个王浩洋没想到石哥那么狠啊。我们来看看下步，他当时肯定就想就是我不是一个高低搭配嘛，高低搭配我再去连个片。对，你看我这个三四路，看起来长得也不错，哎、对吧？颜值也很高，对呀、就是肯定是吧？这样看我就比这个要更有生命力，就更生动一些。你对面的这位选手他不是一般的选手，对，我们的龙哥啊，我们的场均一条龙啊，就是十月九段，他的力量是非常的强的，来看看，所以他是他就直接反攻到算了。只有为什么我说跟十月下棋，我们就会看到你忍不了的，你不可能下这步棋吧？这步不是围棋，对吧？对，不能接受。他打你只能是，就是你就是哪怕不想站，你也得站了，棋我们就说你没有办法了，他这步棋就直接。就相当于直接打你脸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呢，他总会下这种棋的，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，还是双方要斗力的。嗯，为什么刚才说要不是跳这个算了，飞起来之后一定会被打的。是的，这时候其实我的个人的感觉，这个局面虽然肯定是两分啊，棋友们，但是整个格局上来说呢，对王浩洋已经其实。非常不友好了，因为整个格局就说白了，朝着那个十月那边倾斜啊，十月明显更擅长这种大乱战啊。对，而且石哥就是十月还有一个很喜欢的风格，就他在作为力战当中，其实有的力战棋手呢是比较勉强，就是喜欢自己可能更相对于处于子力不那么多的去跟人家战斗。但是十月虽然他喜欢下这种就是很狠的，但他习惯性先把自己呢有一个后势，就他习惯有一个这个接应再去发力。这盘棋刚好就有点下成他喜欢这种格局，就是那个。本来力量就够大了，还要依托人多欺负人少，对，你知道吧？就很过分，你知道吧？他还要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你啊，是的，对吧？你就雪上加霜战斗啊，这么说啊？对，所以接下来感觉就是我们一直都不怎么战斗的王浩洋大象选手啊，这个看接下来跟十月的这个战斗会怎么样？我只能出头了，没办法了，就逼他的。是的，但是这样的话就。被扛住啊、哎！其实这个棋很损的，这个边将走完之后，就失地化了，可能进不来了。对，因为这两下本来棋我们肯定知道，这个棋形以后你点呀、碰啊什么，下面还是有点味道的。其实他早年啊，早知如此啊，我觉得他可能应该先跳啊、你先看看你的火力，如果你下到下边啊，对吧？那我再猜这个打入、我觉得好一点，这个打入就感觉我的。脖子没有被那个你卡住啊？对，但如果我尖，如果你还是顶，对吧？那我就少出来啊，是，我就往这边偏移一路，以免你来打我。对，这样我呢，如果你为了紧凑嘛，其实我这一下交换是有点偏，甚至我还可以先压，把这些都继续问一问，反正都进不去了。就说要不是问一下算了，因为不问的话，直接被打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就会被球门扛白的全部扛住，扛住完之后呢？这个形状非常的糟糕。对，这里明显感觉到明显是有各种的断点。对，最直观的就是我顶一下之后，这里一断，就把你切掉了。如果有劫，
挖了一打一个结就够了，你就被断开了。嗯，如果要腾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三路拖。对，你根本就不敢发力，全部可能搬完之后上面就被挖通了，你只能退。那退的话，它至少是这样一顶。嗯，你可能还要补。那它马上眼就出来了这个地方。对，所以说这个形状就非常糟糕，黑棋还得去补一手棋，就被正好打在这个要害上。虽然看似白的只有一个子，其实黑的非常的难去控制白棋这个子啊，就是不好吃白棋。对，如果你这样强吃的话，我估计白的都不一定逃，他先拐个头。对，你这全是破绽，这里面全是没完没了的这种余味，对吧？你总不能自己棒粘吧？这个棋棒粘，那你是没余味的，问题是子消太低了，所以可能要不前面先跳下算了。就是这个地方应该被感觉击中要害了，非常难受啊，球。嗯，但不跳也不行啊，不跳你又下哪儿呢？对，所以可以感觉到白棋对于这种棋形的敏锐感。在这个战斗确实是专业中的专业啊，就是十月可能在专业棋手里面也是最专业的那一个。对，就是，在力战这个方面。对，在战斗这个领域可能是一个超级专家啊。嗯，所以说这个今天又下成了一个乱战的格局，应该说。王浩洋非常大战略上就感觉非常有点吃力啊。对，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个王浩洋这届的我觉得天元赛啊，不管这盘棋胜负如何，前面已经是非常强劲了啊，特别是战胜了世界冠军谢尔豪，完胜了啊。对，但今天感觉好像这个局势有点吃紧，这里确实不知道怎么，他很想煎。嗯。但是又担心这里的种种味道。但我觉得还是得煎。对。好像这手棋还是很关键，你不走他这里一个碰靠，你就没法走了。你因为你总不能人家碰靠你退吧。嗯，那退人家一退就扬长而去了。对，那你但是你要硬搬退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嘛，你搬他就算退嘛，跟退没区别的。你硬搬他一断，很明显这里就感觉扯不清了，球。对，就作为就是自己的这个阵地就很担心，已经被他这样缠住了，就是感觉这里已经很难去再做处理了。对，对吧，这一扭断感觉白的肯定有棋下。你可能攻击的角度还是得先接这边再说吧，就看看他怎么出手，先扛一天再说。对，因为如果他拐的话呢，你实在不行再补嘛，对吧，至少能够缓解一下他从那边星位靠腾挪的这个压力啊，就是说白了硬撑一手啊。嗯，虽然这步棋很风险很大，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本身局势也不优啊。对，就补棋的话感觉被靠非常难处理啊。嗯，可能还是得咬紧牙关先撑一手啊，这边说白了看看十哥到底肚子里有什么墨水啊，如果真的有什么组合拳妙手，我们也就当学一招好吧。 对， 对，就相当于那个你还说死而无憾，对输了就输了，没有遗憾了。因为也确实如果人家就有连环拳我们也防不住啊。但如果直接防真的很被动，我觉得对他实战是先补炸的。啊，不，因为这步棋你看嘛，这步棋其实是一个纯防守的棋，我还只是为了补断嘛，它本身没有什么价值。嗯，对白的也没有任何威胁，对，对吧，就是一个防这个顶这个挖什么靠的这个纯补断。是，关键是在这一瞬间你不顶在这里之后，那宝贵的先手拿给白棋，白棋这一靠压你太难受了，你其实只能搬，因为你不能接受让他这样走啊。请我给大家摆一下啊，护一个可能虎或粘他就算往天上跳，你这个太痛舒服了。对，完全攻不到白棋，完全就人家都没有任何压力，你再长一手没事，人家直接先手活了。嗯，你要长，人家开心就补一个，不开心都可以脱先了。嗯，对吧，实在太委屈了，就搬个退都不行，你长也没有用嘛，长他压回来是一样的嘛。嗯，所以你要反击只能搬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上这个外搬，这个搬断他，搬断他，但他一顺势扭断之后，球摸看这里非常难下，因为你吃这个子是完全不能接受的，互吃肯定崩了，对，吃的太小了。嗯，那你退的话被他打脸也不行。对，他这个刺是先手球。嗯，你贞子都没有，直接逃不掉了。这个是更不行了。对，所以说你很难走了。如果你比如说长这些的话，就是说实话肉眼看起来就不咋样。就有点勉强好像。他打这个也行，他打到爬，我不确定他这两个哪个走。他就哎他就算一路爬嘛。嗯，我就安定。爬完之后他退回来啊。你只能长，那白的活在下面之后，黑的也是非常落空的。嗯，也就是这被一扭断到这个位置，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好棋可以下了，就局部。是的，已经感觉好像已经坏了，就是不好办。嗯，这时候好像只能是前面先接，不能让他靠啊，就对，是这样。我们看看，断在这已经这个子没法吃了。
实战是打吃了再哦，这样也是苦肉计了。为了能尝这个，对，所以说，先送一个。从这个局部大家可以看出来，真的不是我军无能啊，也不是说那个石哥棋不强啊，就真的有时候是中国整体水平太高啊，而且石哥本来10月的话，本来也不是说成绩很差啊，只是说最近没拿到冠军而已。其实综合实力、成绩和胜率都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说这个依然可以展示自己非常强大的一面是的，啊。接下来这步棋也是棋友们可以看一下，就咱们大可家能先很，不要着急吃，因为对，吃可是能帮很对多方下棋友棋。觉得会先要吃这啊，个，我先拐，对。因为拐的话呢，那个要真吃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吃完之后啊，简单的就在这里尖或者跳一个啊，对，就活得这样的很。话就活得非常轻松。这里摆活黑的，我觉得其实可能这盘棋已经有点崩了，因为这个棋子其实没有太多的时控啊，但是下到这里可能已经要活了，黑棋很难阻止白棋做活，请。因为你现在粘这个也没有什么，让他就是你贴，这里的气也很紧，就你是就算你真嘛，我拖总能活吧，你。而且你粘的这一瞬间，我可能还能压你，打个时间差，然后我再挡，你可能连针都连针不封了，都不好封。你往天上跳，反正拖在这不让你飞刺到这个二路啊，只要拖在这个位置，应该白的就活了，对，你跳一个之类的。啊，你还得卡，我应该还能立下来，那顶尖手应该活了，上面这次可能都封不住了。是就的，这个棋已经吃不着了，对。吃不着之后已经收不了场了。所以实际上白的黑的也是长。对，但你看，如果是长的话，这个我就不一定要往他这可以想。这里先处理一下啊，我对。看到他先压。但其实呢，他走完一下之后还是断回来那倒回来也行啊，因为你如果这时候多他下面的这个眼，去我们看到，如果你要立，他就从这跳出来，你贴他就硬扳你。给大家看一而且下。你这下没几招，以可后能还会会有变。被白的袜粘掉，非常的痛苦啊。对。就是外面有跳，如果你封上面，他就甩活下面了。总体来说，应该这里被做活，黑棋已经实控告急了。所以实战王浩洋也是下的，这时候不能再让了，就是往天上压啊。他希望是这里拿一些先手的时候跳的时候，他能硬扛住对，这样我就再去煎了啊。立，就一比定较。不能轻易放白的做活，做活的话一无所获。这时候我们看到10月也是当机立断，应该计算非常精准啊。压赶直紧把接这个脱先逆了，收。逆收的意思就是你扳他反扳没有事啊，下面。对，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看一下。关键是连扳的时候，如果是立就有大问题了。这就个如果你局是忍回来的忍回来的黑的粘是完全可以接受，在10月的世界中没有这种棋啊。在我们10个世界中，你居然敢扳下来，那是你过分啊，对，我是要都把你留不下是来的。我下的是很稳健的，真的是你自己对吧？你来挑事情啊，那我只能把你打吃留下了。意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打这边，我给大家看看，这边其实好像杀不过白棋。就算你都，我要不要立？我看一下。就是应该是不会死啊，白的应该可以拱在这，完了之后上面有冲。对，如果你硬，那我就很明显顶了，我啊！一如果肩。你扳的话呢，他至少走到这个棋，感觉黑棋压力很大啊。他甚至还可以吃完再吃，行，这个劫这也是对好像打不起啊，就黑棋上来面还讲，有冲啊，非常的难受啊。就是白棋一消解，是整个黑对棋对的对，角全没死了。的话其实白的也能接受，比如说外面对，走两个子，你爬是不行的，爬他就扛住。这个团住。这是黑的2气，白的有3气，所以说你等于说他拍的时候呢，你不能够反拍，你只能立，立的话他就硬挡，对，他的计算应该就是算到你这边拐延期不行，杀不过他。但从黑棋的角度呢，它总要是有一点点收获啊，不然的话，黑棋这步压，如果说白棋下面一点手段都没有的话，那黑的其实这盘棋的实控就非已常经的有非问常告题。急了，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判断一下。左边的话，黑的这个边大概有15目，脚上有10目，大概来到25目。这里的话呢，其实还牵个大伸腿，也就是10目左右，35。下面这个右下没有几目棋的，全盘大概40多目。我们看到，如果这两个被干掉的话啊，光来这一块黑的白的就来到20多了，大概20出头，是接近25。这里有5到6目，已经30了。这里有个猜二，有5目，三对，十然后五。这还有一点这钱。个玩意儿，你说我数个十几目不过分吧？
对吧？那如果数十目或者到15目已经数15目我已经50了，你才40加，那你还下啥？对吧？你是黑的呀，你还贴我7目半，对，但是我数10目也不过分嘛，你怎么下我也得有10目棋的，你居然把我全打掉，我攻一攻你自己对吧？自己那个攻击中随便拆开拆开边围一围空也有十目棋的，所以说上面这个地方15目是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如果所以也就是说，现在下方如果黑棋活不出来，就是基本上就垮了这个棋。对，所以黑棋必须要有一点手段，所以只能管硬着头皮走啊，就是。有没有棋不知道的，就是他反正只能先拐了再说。对，但是你看我们白棋硬的啊，他还要粘在上面，这个就是很狠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说稳健吧，稳健派啊，就是你怎么还能拐呢？对吧？这是我的地盘，你还要折腾我，那是你过分。哎，我就要吃在这儿，稳健派的世界，那个世界观是这样的，你这个一切都是你过分了，不是我那个想杀你，是你自己太过分了。嗯，本来我没准备杀你的，你非要自己送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棋主要退的话呢，开玩笑的，退的话主要是上面还会被飞一下。对，等于说里面你有可能还会被搜刮一下啊，那这样被飞一下非常不舒服，所以说所以他要吃大一点，吃大一点。如果你往里挺过，甚至我觉得他就跳方了。嗯，他意思你这边做不活。对，我觉得应该算过的，我给他摆2目，应该好像是活不了。这样摆了就吃回家，我就断也行啊，就吃一样，吧，吃简单一点，简单一点。这样的话，大家会看到，就是著名的那个。对吧？六死八活嘛，著名的爬六个是死的，因为这里跳了方，这边已经活了，白的已经是2个铁眼了，这边没有问题，所以他不能走这边了。所以黑棋还是得先回这边去骚扰白棋，只能是想办法拿点便宜了。嗯，就看10月给不给了啊，还是不给，全部都得扛住。对，不，他连这个都不给啊，他是先搬这个啊，我以为他对。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团其实对于白棋来讲做个眼是要紧。他这个都不给啊，我的天哪。嗯。其实搬死已经很满意了。搬他是怕人家扑吧。扑就给一点嘛，啊、我就说其实已经很满意，这个不给。你还后手。稳健的人怎么能给你这个呢？你接没有用的吗？啊，对，接是后手，对。不，你接是先手，但你不还得花一手棋吗？嗯、其实这样已经我觉得白黑的损失很惨重了。因为这个提示后手棋嘛，因为这边已经活了。对，就是其实上面的价值跟这个也不好说哪个大。对啊，你提我就上面补一个。提一个，其实这个棋大家可以判断一下，如果白棋就简单稳一个。我觉得应该已经是明显优势了这个棋。是的。但是稳健的10月肯定是不能。说连这点都不给。不给，我要吃。那这样的话，黑棋再来这个地方吃。但是这里会有一点小隐患啊。嗯。那他觉得这不是个事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嗯，这个打是有点风险，这里得警惕啊。对哦，现在因为这里多了一个粘，就是如果白棋去走这边的话，再下刚才那个就不行了。刚才那个、对，多一个硬腿。嗯、所以说他 得扛住这个靠，扛住靠的情况下呢，黑的就从这边去警惕。嗯，这时候是有风险的，全部扛住是有、啊、有一个劫，还有个硬扳的打劫杀。嗯，就是如果是后退，白的肯定快一棋，那黑的下不了的。但是白的黑的可以硬扳，但是呢，黑白棋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硬扳的话，这个劫你也很损。你的劫才不够。对，我就给你硬扛着。是的。就其实也有道理，如果你当场不能打，你打入，因为你打入的话，我直接就给你就拍了，反正上面也无所谓。嗯。你现在硬打的话没有劫财，他的意思就是，全给你撑住，非常的硬朗而且。对，这也符合他的风格，稳健的。力战型选手，那都是自己说的，自己说的很稳健。嗯、然后接下来黑棋在开劫之前呢，先去试了一下白棋硬手。懂的棋友都懂啊，看过十月的棋友都懂啊，他是到底是不是个稳健派啊？大家都懂啊。棋在这儿问了，这步棋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吧？嗯，他可能是对以后加进来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，小意思，一点点小关子啊。嗯，稍微他现在主要是白的不能够去扳和扳，如果平时肯定留下了，因为现在这里牵扯到打劫，请问，所以这个不能冲动，这个要说一下。好，那么便宜了这个之后，黑棋就要开劫了。他没办法，他停不了，他停的话就被补了。对，但这个劫确实对于黑棋来讲也是比较重的。他补他，我觉得但下一步可能得停了。哎呦，这一下也是，这下还是很痛，也是猛啊。那没办法，对，没有合适的劫财，全盘没有劫财。然后这时候呢，白的直接
叫杀黑棋哦，白的意思就是说，来，有本事你给我开在这儿。啊，这步开棋，的话就天下无解了嘛。对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本来黑棋这个还有可能是劫，就他是有可能一子性。两用嘛，对，所以他我一他方有景面补劫气，要财。把劫财给你毙了。嗯，你要吃，你只能吃进来。我提完就闭着眼给你提了，对，万劫不应啊！是的，就黑棋如果给现在敢开这个的话，那来了白就棋闭提着到眼这儿，提了。对你这都不活了。你不开的话，你也没地方可以下啊。对，所以黑棋现在只有去造劫啊，就没有办法，就感是觉已经，我很说实累话，了。我感觉已经非常累了。因为如果正常的角度是提的嘛，嗯，我给大家判断一下，会这盘棋会什么情况？嗯，这块棋呢会来到25家，嗯，这里是五目三十，跟刚才不变。那这里35不变，如果这里我们还是算10目45，黑白棋没有任何的减少，黑棋左边25是没有变化的，这里10目35，就这里长了一点这个点。角虽然长了一点，也就10目左右，四十嗯五。嗯，但问题是这个棋形这边天上有损的，刚才我们天上是有先手的，现在天上损完之后呢，这些棋中间就不好去围控了，嗯，嗯，也就是说。简单数一下之后，应该是盘面胜负的一个差距啊。对，而且呢，我关键最核心的点，我只给白的这条边数了10目，其实是远远不止，价值是远远不止10目的。所以说这个棋这样下的话，黑棋非常的艰难啊。嗯。就是虽然说差距不大，但是呢，明显落后。对，就属于这种格局是双方都很厚，没有太多的变数。对，所以说他不能这么走，嗯，他得去折腾。对，他要造劫财。想造劫财的话，这不好难造呀，这个劫，因为这个打不动啊，路。我们给大家摆一 下，就是感受一下这个白棋消掉的消意完之后，关键转天你就中间就崩了，转天他一次，嗯，我得粘。你一粘他这里一出头，对，甚至从这边出，啊，从这边卷你，你不这全部都要死啊？你这贴我局部就是立不嘛，活的，嗯，局部没有两个眼，只有一个对眼。对。这边一旦被卷，可能真的又是场均一条龙来。这个后续要全部交代在这里是啊。的，其实这个劫确实是不能乱打的，非常无奈，一个劫没有。是我们稳健的十月，昨天也吃了徐家羊一大块，所以稳健的自封自己很稳健的十月，就是都是你比较过分，我才每天都认在不得。吃别人啊，都是别人过分啊，嗯，也是这个也是我们开个玩笑，也希望石哥能够找回到，对吧？那种非常。霸气的那种状态对，这中，是我们棋友们也特别喜闻乐见的这个场均一条龙，对吧？每对，天都可以杀我们的高手一条龙，也是看得特别过瘾。但是呢，就是说实话呢，就他的这样的一个棋风呢，很讨喜，嗯，就是说很讨那个棋友们喜欢，看对，得很看着过很瘾，爽，对，很过瘾。但是呢，就是风险也蛮其大的。实在职业圈，大家其实都知道防守。才是王道啊！就防守龟缩，防守相对比攻击会容易得多。嗯，去控，然后防守反击，其实是赢棋的比较，就是更好。更或者说更容易把握的一个套餐啊。嗯，攻击强攻去吃龙，虽然很华丽，但是呢，一旦杀崩或者玩脱的时候呢，就会马失前蹄啊。就整体对胜率来说，这个风格其实是比较艰难的。虽然说十月的这个风格会非常好看啊，但是从真正的胜率上来说，其实并不如那些就是缩着的那些高手啊，就拿点就失是控，先捞后喜先捞啊，后喜，对然后呀、啊。缩着跟你什么腾挪的那些高手们，所以说也这也是为什么在同样的水平的情况下啊，十月有时候经常会我觉得翻车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棋难度太高了，大家会想每盘棋屠龙都是走钢丝嘛，哪怕前面我们再优势。对吧？因为十个下棋，十月下棋是不会退缩和忍耐的，对吧？他觉得你过分，他就要杀你。那前面一旦算错一步，或者是有些什么变数，那前面的优势全部化为乌有，风险非常的大。虽然吃了非常痛快，但所以这也是就是这个风格的棋手，其实如果算那个胜率的话，其实会比那种高手会更艰难一点啊。这个里跟棋力无关啊，请问我就是不信，大家可以去做统计的，我觉得应该是。我说的应该是差不多的，这盘棋虽然说现在下的非常的顺利啊，但是也要扛住黑棋最后一波攻势啊。我们来对，看一看啊，黑棋现在要造劫财了，
那一般我们一说到造节财，其实就是找个地儿吧，跟你柳断。对，就这种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千万不要冲动，在下面有这种天下劫的情况下呢，不管你是什么大力士，你都得先退一步，千万千万不要就着这个地方就跟着他来了。比如说去拍啊，嗯、拍完什么房？对，这个越杀啊、那这个其实比如说这个拍你就完全承受不了了。嗯，这个难道不是劫吗？这个被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视觉效果，这个被提起来，对吧？是的，支离破碎都不能形容这个形状了，已经全垮了。所以说呢，这时候不能冲动啊，亲们，还是要退一步，特别是有打劫隐患的时候。对，因为这个劫其实关乎到黑白，还是很多个棋子的。白棋应该是绝对不能输的，因为白的输了的话太大了，这个地方。对，应该就是一打进去，白的就秒消了。对，就是白的不能接受这个地方是输的。啊、被提起来啊。对。所以那现在呢，其实我们看起来啊，一般说其实白个子也挺大的，也就是说如果下面这个劫对于白黑棋来说不是那么重的话、啊、那是可以，但现在不够、啊、对，现在不够、啊、如果他用这个当劫，白的就飞进角嘛。对，就你看我这边的效果已经是这样、这个扛不住啊，这个扛不住，这个提在角里控，刚才我们才说二十多目，现在估计这块已经过四十了，过四十完之后全盘已经五十多了，其实这个提你总不能把我这个铁臂吃了嘛，我摆两个眼总摆得了了，这样的话黑棋就全盘的时控就完全失衡了，而且转天就要被杀，这个接到这里我马上都要出，接到币马上就要被杀，就是你马上就得补啊，所以说这个不是劫啊，不是劫，嗯，所以黑棋还没有成功的造到合适的劫材，黑棋呢要继续努力，对，他现在慢慢下，所以就拖出来希望你去争吃什么，他桃榛子继续的送、啊、把这个地方做大、就是、但下一步的话呢就是警告啊，是个十月就说、嗯、不要再想了啊，下步棋确实是非常的棒啊。对，他先来刺你一下。这个刺黑棋非常的难受，跟青梦说有什么难受呢，首先这里吃不了劫，没有劫。嗯，如果接的话呢，这两个交换之后呢，以后这个劫呢黑棋就外面被刺下就亏了。对、就是，就是对于白棋来讲呢，又这一下的交换又便宜了一点。反正白的是不亏的嘛，稳赚不亏，啊、稳赚不赔、嗯。这个棋打劫的时候也不是劫财，先刺了再说。如果黑棋不能忍耐了，黑的就只能消在这个角里。嗯，消在角里的话呢，白的就可以从这里给他打断，球嘛，非常的巧妙。对，我可以交换到这一下。交换到这一下之后呢，他就缩回来。缩回来之后呢，这五个还是在白棋的肚子里面、嗯。说实话，我觉得白黑的不能消劫。嗯。我觉得还是只能接，就是忍一下啊，没有办法，这个消劫应该就要输了啊、就是，因为消劫全盘就薄了、这个，嗯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它随时还能打进去的变数，其实上面黑的白的不一定好处理。如果你提劫，那就不说了嘛，我肯定接着走上面、嗯，对吧？嗯，反正跟你继续纠缠着，因为你这样的话呢，就非常明确。简明和明确了，而且以后这七个子真的跳过来，真的黑的是会反攻的。而且上面的话呢，你挺起来，白的不管是靠压还是这个飞进角什么的，白的是其实安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好像是不能消劫，我觉得只能是，当然也不能拖先拖，要被打自己要死了，所以只能是接可能。对，就黑棋的梦想其实就是我要把中间连起来以后，这个地方我争取永远是让你缩回去，而不是说我提跟你交换。对对对，你我作为现在形势一般的一方啊，我的梦想就是。我不能跟你下这么简明。这个炸弹被拆了之后，感觉黑棋非常的为难了。嗯，而且关键是上面五个子就是负担啊，兄弟。对，时控黑棋总体也不领先，所以这盘棋总体来说，应该说是直白的十月十个会下发挥的更加出色一些啊。对，就是下到这儿，其实可能棋友们还觉得，哎，棋盘还很空旷啊。但是对于他们这种水平来讲，就是现在如果你是一个盘面目数接近，然后这个格局的话，对于黑棋来讲是非常难追回来的，非常不友好，非常非常不友好啊、嗯。我们来看一看。是的，接下来白棋是先靠碰靠啊、嗯，哎呀，非常华丽的一个做活手段，碰靠你得搬啊，这个必搬，他在拖。这个的好处就是你本来搬的时候我是挤不到这下的，正常你只能搬，这时候我一个双卡，哎，这样你就不能打吃我了，两个都不能打，有个双吃你只能是退一步，退一步太间长、啊、你拍不到脚拍他出来了，嗯，你硬怼的话他在立啊，哇，这个就活得，这个活得太爽了，很充分，活得是实木朝上了、嗯、而且外面还有半段、啊、搭了一个快乐的小堡垒、不，这个黑的不能这么想黑的无论如何要反击啊，对，所以也就是拖的时候黑的不能那个搬来硬了啊、嗯！来看看黑的走哪里了。黑的啊、哦，黑的这个没有粘掉，它是之后再粘啊。啊，就这时候粘。先留着。啊、那蓄劲之后，它能留一天，留一天没有问题。
也不是现在，没有现在嘛，他是啊挖，啊，他留了一天当了个劫材，对，他要是很挖吃，哎，对他也是有追求的。啊，这里大象下的也非常出色。对，就是本来你吃呢，我是粘在这儿了嘛，现在呢，他又觉得挖粘的话呢，他通过挖能够多抠白棋一点点布，对，因为他不接的话呢，他能够下面当一个劫材来用啊，非常的。下的非常棒啊，嗯，也是次序很妙啊，因为刚才确实白的也不会去这提了，因为已经吃死了嘛，嗯，这个粘虽然不亏，但是损了一个劫材，下的非常棒，这样的话他能够多出一个劫，能够把白棋提回去，对，所以白棋也没有办法去做了一个小幅度的退让，嗯，他是选择搬在这儿。所以这盘棋还是你看白棋的意思就是你也还是没有劫，不再打不行了，嗯，再打就肯定被抓起来了，这个就不要了，我们可以给大家摆的。我抓完之后，如果这边这边不摆了，我给你全抓了。刚才是提在这儿的，这提成马蜂窝了，这个肯定不是劫了，这个粘不是劫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搬的话，他就只能是只能接劫了。这个再吃就不是劫的球。刚才是威力是不一样的，刚刚是只是我们给大家看演示一下啊，刚刚只是提在这一线，对，这个是刚刚是就全给提了啊，所以说。十月的这个班呢，黑棋全盘没有接，只能接。嗯，这样的话也是占了点小便宜，但是呢，白棋搬到这里也能接受，这里还留了个挺啊。嗯，这样的话黑棋吃完之后留下了两步大棋，黑的如果冲死白棋，白棋就挺这个。嗯，双方如果你虎，我就那两个，应该肯定吃两个大嘛，但是挺也不小。嗯，对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棋说实话基本上，可以告一段落了。白黑的得当务之急赶紧补这个。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洞出来吃不消，你说黑白的也把这个补上。对，这个也非常大，因为不管是自己的这个安危，还是从黑棋未来的发展，这都是一子两用。还是有战果的总体啊。嗯，总体黑棋是有成果的。是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白棋大概来到全盘来到不到50目，黑棋的话，我们来看黑棋继续扩张啊。黑棋围控。对。这个是全力扩张了，嗯，全力扩张之后，就是左边25不变，这里的话都没吃干净，倒是这两个字，下面有搬过，大概有十几目，然后如果中间不去管它的话，加这个有中间不去管，如果我一个小20目黑的有过60了，白的不到50目，这个棋还有胜负，虽然黑的这边有点薄，但是再说了，对，全盘白的应该还没有过50左右吧，黑的如果中间不管黑棋围，黑的应该能围到60多。嗯，但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两手棋我还是挺震惊的，我感觉。不，下步棋就是围棋没意思。我看到下步棋了。对，但是我看完下一步棋也看到了下一步棋，我感觉我都很震惊这个棋。我惊呆了。对。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先来看一下十月的视角的一步棋。对，就是稳健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稳健的十月。诶，从这出来了。不是，就是很简单，你不是中间有肚子吗？我压一下之后，其实正常只能退嘛。对，我压了冲一下，嗯，你只能连退，然后我这时候跳出来。对，咱们就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只要这个一活呢，你就不用下了。哎，对，对吧？对，刚刚咱们不是数了吗？这个还有点数。我刚才给中间数了20目，所以说这个说这其实细棋，如果这样逃出来呢，对吧？那黑的就被白棋稳健掉了，就是的。所以说这是最狠的一步棋，没有之一了，嗯，非常的凶狠。对，下步棋说实话我觉得是真的嘛。对，我也有点惊，就是我感受到了可能我们的大象的风格啊是真的不力战，就是因为这个棋形其实我们可以再感受一下，虽然说我们很难说这个白棋肯定是死的，但是我觉得从黑棋的角度我也只有跟你杀呀，对吧，我就但是确实不能杀了，这一杀可能直接没有，就好像有一个这个，哎呦我的天，我就被你断了，好像直接就跪了，我估计他跳完之后这有个挖断啊，我扛不住吗，这边挡不住，只能这么挡，我确实是有点这么挡，好像非常的辛苦，对，跟你一断我有点非常累，这个棋好像我已经难了，好像已经难了，要不就你不能飞，你得说，那我不能飞，但你说就没意思了，你跳我只能这样，我当我跳你就捉不住了，这我确实捉不住，我当时觉得我飞可能还好一点，对，你飞我不一定出得去，但你跳我出去好像就不管事了。嗯，这个也是可能点燃这个位置，对，这里有个挖，好像可能他只能防你。啊，我好像只有这样，我只能尖了扳你，但是也难度很大，感觉很累。这里因为随时有个挖的话，确实黑棋非常的勉强。嗯，
虽然说可能也只能这么下了。对，主要我看到下一手，我知道他肯定是觉得被白棋跳出来这个成算不大，但是我总感觉根据我们刚刚的点目来讲，这样黑的也很难争胜呀。嗯，他下在这儿，实在惊呆了，我觉得。对，被白棋长在这儿，右边。这盘棋应该说。有点不发挥，有点那个被处处被动了。嗯，刚才看了，肯定是比较危险黑棋，但是我觉得也只能退回来拼一枪来。嗯，看看中间能不能绞杀掉白棋。是的，因为这个退缩，大家会看到，其实退缩某种意义上应该就结束了，对，因为黑子被反杀了，就是的，太惊人了。贴完之后，原来最后结局是黑的四个被反杀了。就确实你把它封住，问题是刚才我们说是数二十目是西棋、嗯、现在你围不围二十目先不知道，你自己先占又占阵亡了十五目，也就是说理论上你中间得围三十五了，那三十五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对，就这个棋已经好像已经凉了，感觉走完这个地方。对，所以接下来黑棋也是最后一个孤注一掷吃上面的，对，能拼的地方，来点进来，这步棋倒是值得棋友们借鉴的一步，就是类似这样的形状走在这儿的话。可以破坏。这盘棋总体来说，十月十哥的发挥应该说非常出色啊、嗯，攻守非常的得当，也下出自己的风格，而且计算应该说是滴水不漏啊。嗯，每个战斗都以做到了极致。对，这便宜到了极致，效果也是。我惊呆了，这个压最后是以这样结局的啊。然后这个棋确实退黑棋刚才比较危险。对，确实我们客观的分析，由于有这个挖的漏洞啊，就是黑棋作战是很难。好，我们最后把这几步摆上。对，我们看黑棋，因为接下来正常受控不够了嘛，他肯定是点完之后要威胁一下，最后看看能不能屠掉这条龙，因为实控现在肯定是大差了，右边又战死了。对，但是吃这块棋的这个，首先上面啊，我就有眼了。有一个眼啊，这里他直接顶过来，他都没想过活。对，他的意思是我要破你中间的空，我没有简单的说我要做活的意思。其实跳一跳就活了啊。对，但是他不满足于活。嗯，好像就应该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棋确实也没法吃，下面挡明天有个眼嘛，这一狗这里有个眼，嗯，好像已经爬也没用，这里还有个斑，爬掉也没用了。那已经没法吃了啊！对，而且白棋上面的眼有可能是先手眼，就是我要对你扑嘛，你扑完就这样，还有可能有先，但你扑了挡我走这边，对，应该就不会走那边还是先手眼，你说没错。对，就是，嗯、所以想吃这块棋太累了，基本上是一个徒劳的一个结局啊。嗯，是的，所以棋局进行到这里，应该说，已经胜负失去了悬念了。对，虽然说后面呢，王浩洋还是继续奋战了很多手啊，但是客观来讲，下到这儿的时候，因为前面几个战斗，十月发挥的非常出色，所以这盘棋呢，从胜负上来讲，到这里已经是白棋很难输掉了。对，嗯，最终是应该是250多手啊，对，这个十月十个那个中盘获胜，对，这里大概150手左右。但是后面其实意义不大了，因为龙死不掉之后，实控肯定是追不上的，所以最终的结局是，这个十月啊，中盘战胜王浩洋啊，挺进到这个田园赛的八强当中啊。是的，嗯，对。然后现在我们好像看到就是柯洁的这盘棋还没有下完，但是呢，从我们的。现在大概的一个感觉上来讲，好像是最后黑棋好像在后半盘又有一些新的故事啊，最后可能是黑棋要获胜。那由于因为这盘棋还没有结束，那我们可能之后有机会呢再给大家做这盘棋的分享。那么今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给大家讲解的这两盘棋呢，分别是十月和柯洁将会挺进下一轮。那下到这儿呢，其实我们这个天元的预选也就是告于段落，之后的话会再找时间进行后面的对局。嗯，后面有别的比赛接上了，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啊。对，比如说即将可能会有农心的大战也是棋友们非常关注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天元赛呢，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，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赛事直播。